大家好，今天是叫什么？圣诞节是吧？对，圣诞节。昨天晚上没吃苹果，萍姐说现在先吃个苹果，一人一半呢，对，我还有一人一个呢。萍姐说我们一起吃火锅，看买了这么多青菜，现在青菜也比肉还贵，是吧？对，十块，十块钱，对，二十，二十。对，再加到一起十七。吃火锅，好吧。火锅，我们炒个点饮料，下来买点饮料吧。不肯回头。你看，冰箱里是萍姐买的各种各样的吃火锅的东西，太好了。谢谢。先来把这些紫菱给一下，好吃。好吃，让你听过。什么好甜？好甜吧。火锅来了，自己煮的火锅，健康又美味。无所谓拥有，萍水相逢，你却给我那么多，你挡住寒冬，温暖着保留给我。风霜寂寞掉落在你的吃得完吗？你们俩吃得完吗？边吃边下，就不要下了吧。放电影看，一边吃一边看电影，一边吃火锅。小爱同学，播放电影。地方等着我，岁月如流在传说，喜怒哀乐我生锁。一边看着电影，一边吃着火锅，不错。等着我。